请您看90年马女29岁的劫过了没？应该过了，她好像已经有过一次，好像有过一次小的那个劫了，嗯，小劫，嗯。现在我皮肤很不好哎。就是，这就是我们说了，过一过二不过三呀，你自己要当心了，好吗？像是，是不是有什么杀业呢？皮肤不好都跟杀业有关系的，上辈子的有杀业。那请问要多少张小房子，师傅？68张。68张，要针对是杀业来忏悔吗？就给你自己的药经者就可以。然后要需要念礼佛吗，师傅？要，礼佛每天三遍。礼佛每天三遍，然后就是要带几箱神咒呢？是不是在生日之前之后都要念？对。那个小房子200多遍的。对对。好。那师傅，请问我身上还有没有灵性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你的颈椎脖子上还有灵性？啊，痒痒的。对，呵呵。请问那几张小房子就跟68张？对，一起的，一起的，嗯。